你，店长，我把这里的用英语说。姐，我们在工作。Speak English, please. First, what? 我打扫了桌子，然后给孙总递了 water。哎呀，不争气的东西。黄一鸣。别说姐姐没想着你来，给你一本菜谱，快藏起来。真的吗？店长，这个本子不是孔雪儿？天哪，那我不成了一个小偷吗？是我是小偷，你想想的是你这种人的。我们这条线，孔雪儿没有资格当继承人，因为她不会英语。OK。谁拿了我的菜谱啊？